声点，辣不辣？不辣。哇，挺瘦的，帅哦，应该是温暖瘦的。一年没包，都整忘记了，别啦。哎，这真耐嘛，钱贵都够。没花。我们呢，今年就不在自己家里面包了，过来跟我姐姐他们一起包，因为这里人多。碱水重，现在不要跟我接辣梅干嘛？我们今天又放鱼塘了，目的呢有两个，第一捞鱼，第二呢捡螺去卖。这个鱼呢本来打算拿到街上去卖，后面我妈一商量呢就说不卖了，然后每家呢送个两三条过节就可以了。主要呢是这个鱼是大花鱼，养了两年了，舍不得卖。你看，还抓了这么大一条泥鳅，根本就捡不完。好大个的。嗯，大的小的都有。这有一条鱼。你以为抓的很简单，其实呢，它跑得可快了。怎么放火呢？要没哪个？没有。哎，别跑！嘿嘿，抓到你了吧？完了啊，对牛老大，对我外婆又进来了，80多岁的外婆。看一下这螺丝，你们看一下，好爽，你们看一下，一片一片的趴在这里前面。你前面啊，全部都是螺丝。我假睫毛都掉了，被这个鱼一弄，我假睫毛都掉了，收包里面去。啊，就弄到一弄的，就是你来弄，滚弄你。慢中了。哎，你，那怎么背啊，大人？就你干什么呀？就八点斤的，对吧？就八点斤的。呀，对呀。我外婆说，今天这个螺已经卖到10块钱一斤了，我还心想卖个5-6块钱就已经差不多了。看来不能乱了市场的价，人家卖什么价我们也卖什么价就好了。妹妹，哎，怎么样呀？我找不到它，你看好多鱼啊！就追那条，最大的那条。我跟你说，这条真大，这条起码有一斤多。这不止一斤多，是不是？你看这条也大，哎，
这条给你拿回去吧，好吧，可以过节吃它啊。啊，脏兮兮的，哪去了？哇，还是弟弟厉害，又抓到一条。弟弟的话呢？弟弟你放住，再来呀，你放住，我就跟你，我你放住。弟弟要两色的嘞，两，呀，有，林姐住的，对，哎呦，你看弟弟真厉害，哎，衣服都全部弄脏了，本来的干干净净的两个人呢，一出去，你看全部变泥人了，走哪？弟弟来的，弟弟，走哪？定来了就定来的，没事人了。那啊？我奶奶在家做饭不要。不见了。我奶奶拿。哇靠！哇！啊啊！哎，几条？几条都没进去。我不要，我夹住。哎呀呀！弟弟，弟弟要交爸了。可以。弟弟要交爸面前了。我们总结了一下，养鱼和养螺的田呢不能太干净。去年呢我们就把那些杂草全部拔了，让田里面干干净净的，结果没鱼。你看今年杂草丛生，反而鱼也多，螺也多。喂喂阿朵呀，你的用的那你也飞吧的，他把飞了，他飞都飞了，哪能想发的蛋了？我妈又舍不得卖了。哎呀，那你干多少时间啊？那。那那阿爹就快，你拿土来，我拿土来。来的，阿爹土来的。快快土土来了啊！土土来了。啊，这种你给马油啊，就像一头牛一样，弄得好狼狈啊！你看，又是一大桶，这么多鱼，我们又不打算卖了，全部拿来过节。啊，亲朋好友呢，每家两三条，每家两三条，还要继续去捡一些。刚才听我外婆说，今年这个螺的价格还挺高的，你看两个老妈在里面捡的不亦乐乎，都舍不得出来了。你不要在田里待太久哦。哦，没事的。快点出来哟、哦。
没事，我们今天人多。又得一大桶。你看看你呢，你妈妈呢又搞得全身湿透了，到时候又感冒了。跟妈妈。我得把小孩给你了，我跟医院，你喊我去接手术了。好，来下来跟妈妈来。哇，你看你又弄得全身都是脏的，像头毛一样的。赶紧去换衣服，我不感冒了。啊，不会的。对，我要去上班去了，要接手术。不回来吃晚饭了吗？看情况。你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慢点啊。带七宝才不到半个小时，你看又被医院喊回去了。辣不辣？不辣。大声点，辣不辣？不辣。不辣。哪会没水喝的不？真的不辣吗？啊？真的不辣吗？真的不辣啊？七宝，快来帮忙！又得三大桶，螺丝，今年应该可以卖回本钱了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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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螺，哎，把我的门，哎呀，哎呀，捡了六桶，这么多鱼呀！对呀，这么多鱼呀！哇塞！好吧，给你一条小小的，来，小小的吗？鲫鱼。大背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捡了六桶。如果真的能够卖到十块钱一斤，今年呢还有钱赚哦。啊，可别捞了，快了，认得没？认得，要的多，正宗都有呢。哇塞！谢谢啊，拜托你了。我一般都不带衣服了。我，丫头睡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怎么了？